又美又稳又好。Mickey, you go first, okay? Ready? 哇，真的是连连不断的好看的赛事。好，我们来看吧。好了，其实两边都真的很棒。来看看我们裁判怎么选了。OK， 恭喜 Mickey。OK， 恭喜我们的 Mickey。今天打了马鞍吧？现在应该是32进16强的 freestyle 海选已经结束了。